我们希望啊，三鹿事件是最后一个事件，这种类似的事件不要再发生，不要再伤害我们所有的受害者，所有的百姓。努力都努力过之后，好与丑都已经受够，我恨我再没法迁就，只有走，走了不回头。爱是靠信念来垫后，欺骗的怎可厮守，覆水难收，绝望难救。我是非常的震惊，我们整个律师职业生涯中没有碰到这样的事。至于下一步怎么发展的话，我们已经无法在一个法治的轨道上去表态了。我是张亮涵的大姐，你们请回吧，我们今天不接受记者采访。我知道啊，因为你们也理解我们应该。没问题，没问题。行，你说的没问题。你说的行，说的没问题。他说的，我们跟那些是啊，是。赵连海做出任何的妥协或者说退让，我个人都是包容接受或者说支持鼓励的，因为我希望他能够获得自由，他的家庭需要他。当然我还是对这个结果以这样的方式实现自由的话，我还是非常遗憾。我以后还好伴着迎风，火中有火，继续狂歌。